是觉得可以再强化这个沟通，再进一步了。我们的广播是无远佛界的呀，您可以透过这个跟习近平主席讲个话嘛。以前李总统时代有两会嘛，海基会跟海协会，现在你们在设法在促成当中嘛，或者是透过别的方式，用代表来谈吗？通通姐，你的时间剩下不多了，我知道你还有好几题。我知道哈，但是两岸关系就是，其实蔡英文总统讲的已经立场是非常清楚，但是也非常有，其实是非常有弹性的了，对不对？Coco 姐，你可以走下一题了。好，就跟习近平会谈嘛。我怎么又讲到这个了？好，不担心哈。最后5分钟，哎，很关键的问题来了。你不是有很多题吗？为什么只剩下一题呢？因为时间过太快，你还需要就下次是再你来一在次。单一议题上花太多时间。那两岸关系很重要啊。